哦，你啊，你看你在，刚才刚才你在忙呢？什么？哦，没有，我说刚才你在忙啊，刚才。啊，对。哦，你这么忙，忙，你在忙的做工啊？没有啊，现在可以了，现在可以了。哦，没有啦。讲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有跟银行申请借那个钱吗？借过钱吗？银行？啊，还没有嘞，怎么嘞？哦，没有啦，银行的那个快递不懂，你要跟他们借钱那个快递不懂是什么？他要看你的CPF 或者 income tax。CPF 或者 income tax， 我不懂，因为我的朋友啊，罗伦斯啊，他跟 DBS 的借钱呢、啊，他有借到嘞，等我跟 DBS 借啊，等我先借不到。因为你不是 permanent job 吗？没有啦，我的那个朋友他，不是 permanent job 吧？没有啦，你懂我那个朋友哈、哦。他那时候跟我一样做那个 red zone 的工作，哈，对不对哦？他也是做那个elevator，然后他才不懂几十岁，他才开始做那个拿那个money的嘞。不，你是讲说这个 money 跟 elevator 还有那个关系啊？啊，因为你要有一个工作啊，是 money related 啊，人才可以。如果说你是一直 elevator 都不可以。David 他们也是有给那个 CBF 的，不是说没有给，他们有给200-300块 CBF 的。啊，没有，因为银行没有这样看的，银行他们不是这样看的。哦，不是这样看的。啊，他们不是这样看的。哦。说你现在去找一个 permanent 的啊，那你就有可以借了。没有了 ，permanent 那个薪水很少。permanent 薪水少。没有嘛，因为如果你没有找 permanent 的话，银行他就不会借你的。哦，就算 delivery 啊，我有跟那个company 拿 payslip 一样干的，他们也是借不到咩？因为我有借不到，因为我有跟他们跟 company 拿那个过去一年的 payslip 给那个银行看嘛，过去一年的 payslip 给他们看嘛，为什么？哎，你看那个 payslip 应该总很稳的嘛，我每个月我是赚钱的嘛，每个月。因为他是选择在一年两年还内，哎，我是选四年五年跟他还清哦。他讲说可能我填了，跟这个没关系的。啊，没有啊，跟四年五年也是有关系的。也是关系的。哦。OK， 你看啊，如果你是 permanent 啊，你是 temporary 对不对？啊。哎，然后你用四五年来还对吗？啊。temporary 的意思啊，就是说有可能一年后啊，这个工作没有了，所以他们不敢借你。啊。permanent 就算你还十年，他们也是 OK 的。没有把 permanent 的薪水哦，对，变少的。啊，他们这个他们是这样看的。哦，这样的。啊，因为你想啊，你是 temporary 意思是什么？如果明年他可以做掉，那你的 plan 还有五年，那他们也是会怕吗？没有了，我这个不是说 permanent 吗？明我有给他们看我的 pay slip， 每个月我有，我每个月我的那个薪水很稳的吗？没有，哥，你还是听不懂。我明白，他们要看你有没有那个 money 的这个东西，啊，对不对？我知道。OK，something啦，因为你用四年来还，对不对？啊。因为他们不懂你的公司是有多么稳 ，how stable 这 company 他们不懂，但是他们以为有可能明年你 company 倒闭哦，那你就三年后你就有 remaining 的 3 years 你就还不了，因为他们不懂你的公司有多么 stable， 他们不懂。哦。他们不会 approve 的。哦，这样所有的银行都是一样的啦，所有银行。
一样的啦，全部一样的，全部一样的。哦、全部一样啊！哎呀。啊，因为你要四年五年来还呢、欸，我拿你。哦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去找一个 permanent 的，你肯定可以的。你找 permanent， 你肯定可以。没有，我找 permanent， 问题是我那个 permanent 那个对空费很少，我的经济我都负担不起啊！哦，找 permanent， 我的对空费很少哟。连这样你就接不了了，可你这样哦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接不了了。不是我，如果我选 permanent 啊，我的费用变少，我的每个月开销我买奶粉店就不够钱了，懂吗？这样我跟你讲，你去每个银行啊都是一样的。哦，这样啊。啊，你去 OCBC，、啊、你去 OUB 也是一样的。哦。啊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哦，这样啊。啊。哎，不能，银行很难借的。等，你有 saving 吗？如果我有，我早就借你好了，我哪里？你不是讲你做什么开什么店什么店？然后你不是讲你做老板哦？我开销大嘞，我全部我去 casino， 我还有赌博嘞，我去 casino 嘞，我哪里？哦，等你没有 saving 吗？我全部花完了，赚一块花一块，你说我有 saving 吗？哦，你不讲你开什么那个什么豆花水啊？那个摊位没有吗？那个我是班乐，我不是唯一的老板，我是跟分酒班乐的。哦，这样啊，哦。啊，那因为我拿公司的钱跑掉了，我拿你。哎，你只是，等你不用做工啊？有啦，我有去雇那个店啦。我没有管你的，你只是做负责，偶尔下面雇那个店嘞，这样哎、啊。啊，还有做他的幕后。幕后哦，那个什么啊，订单 order 这些，他的货啊这些。哦，对面是跟你朋友是搬到这样啊。啊，搬到。哦，这样你每个月你的薪水有多少钱？我的薪水每个月 profit， 因为我们是有五六百一天呐、啊，一天就大概五六百张啦、啊。啊，一个月你才赚五六百？哦，什么东西？没有一天五六百。一天呐、啊？一千五六百啦、啊。没有你一个月你自己本身你一个人你可以赚多少钱？八九千。啊，这么多啊？八千多块大概。你还跟你的班都分等还可以分到这么多钱呢、啊？没有，我因为一天我们可以赚600多啊。一天就赚600多呀。啊，对啊。那你们有几天？我一天而已啦。哦，就一天而已。卖什么好卖？我就火腿了。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卖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烧鸭饼啊？烧鸭饼，当回醉啊！哦，这么好卖没？哇，老李不懂嘞！哇，你不跟我讲，你白人以前有做过啊？你跟我讲，你白人有卖过吗？白人卖过，我没有生意嘞。因为你白人不好吃。不是，什么不好吃？这个喝的。啊、没有管嘛，你每个月你自己一个你就赚了8-9千了，这么多、啊。因为分一半嘛，600多一个人300多，他300多，连我300多啊。没有，等你是讲你八九千，你的班费也是8-9千的、啊。啊，那我们还没有算那个人的钱啊，人的全部还没有算、啊。没有，我是说算完人的，我不这样啊，你的对烘焙是多少啊？你一个人？应该大概6000多这样了。也是很多的，6000多哎。哪里会多啊？如果没有生意、啊，如果没有生意、哦、不是说不是给人家有的啦，每个月不是每个人家有的。当兵来了啦。哦，你没有 saving 吗？你一个月赚6000多，你没有 saving 啦？我全部都去叫女孩子去感情了，我全部花完了，很简单。哎呀，我一有钱你可以借我啦，连你借我4000，我还你8000。干嘛你要4000多？你要借来多？我不跟你讲，我要参加那个谁的 course 吗？那个 trading 的 course， 然后那个，哎，那个 course 多少钱？4天的那个 course 4天，这你要借多少？好，没有，我基本上要借5000呐，4天块的 course， 你4天借 course， 你学友你要也是要有钱才可以做吗？哦，你要有钱出去，你要有钱做什么？做那个 trading 啊，五千够没？ trading 5000够没？不够没？那个 trading 多少要？ trading 要5000的。trading 最少minimum要5000的。5000 trading cost 4000，你要9000的。没有，你要5000块才可以玩咩？如果说只有1000块，不可以啊？1000块不可以咩？好难吹啦，这样吹。
一千柜不给退，不给的，你退了很少一千柜，一千柜退了是四角算啊，四角算如果赢的话，四角算多少钱？赢啊，几十块而已，你要没？啊，这么少没？哇，老爷 high risk 哎，你的 risk 高啊，你要你拿一千块一下子就没了哎。一千多块，你赢的话才十多块哎，几十块、二十多、三十多块这样啊？哎，为什么罗拉 K 啊？他一天那可以赚到什么十多千到十多千、三十多千、五十多千这样？我都跟你讲，没有这样，是天机来的，没有这样容易。我都跟你讲了，有什么容易啊？他说这样容易，每个人都法拉利好嘞，我老开法拉利好嘞。没有吧？他那时候我是他的 seminar， 他有给我们看的他的发明线的那个他的那个伪造嘞。没有，你看了啊？因为如果他给你看那个伪造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的 capital 要很多嘞，他 capital 要大概几百千的 capital， 你懂吗？要几百千才可以赢十多天啊？啊，那你为什么？你为他开capital一千两千啊？如果他一千到一千两千，他根本不可以赚这样多的。我、哦、是这样的咩？我拿我 percentage 吗？你不懂什么是 percentage 啊？我说对 trading 不会的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会有这个钱啊！没有这样容易啊，你一千块哦，你赢不到东西的，浪费时间的。啊，这样的。你至少要五六千块以上了。不懂哎，那是我现在的生命呢，他很像讲说不需要这么多钱呢。如果不需要这样多钱了、啊，每个人都有钱了、啊，没有人要去多推那了。没有，那是我问那个罗纳 K， 我是他的 seminar 嘛，等于我讲好像如果好像我没有好像那种哇，像啊很多钱这样玩的、啊，等于、啊、他好像讲好像一两千也是可以的，一两千可以，但是很少，不是 OK 很少，啊不可能十多块吗？那可能赢十多块哎。你不知道这里猜咯。啊，不懂啦，也不知道，因为我的维斯工作又要玩鸟，所以我是很 stress 啊，要玩鸟，我的维斯工作。啊。怎么可以？我现在做船的工作要快要玩鸟，维斯。反正我玩鸟两百，如果玩鸟两百。玩鸟看有没有新的维斯啦，就是有新的维斯，也看公司要不要给你嘛。如果说不要给你啊，等你做那种 normal 是跟工作很闲的，没心做那种。我这种那种 normal 的 security 够很闲的，反正很多啊。你不是有什么 advisor？ 什么 advisor？ 我说有，不好做，你为什么是好做？以前我做 advisor 不好做的，不好做。我的天哪，下面做好像那个正那种人讲啊，破地啊。啊。哦。嗯，确实，人的面是很浅的，懂吗？没有，要看那个 man 啊，好不好先？那个 man 啊，好的话、哦、就好做。有些 man 嘛，你跟你计较，你对他们好啊，他们还不也不信，懂吗？对。那以前那个我去做的那个银行啊，本来大多数地方都是 invest 两个钟头，我那时候我做出包一次啊，我给每个人 invest 四个钟头哎。他妈的话，这里哦，那个印度的那个马来西亚哦。我的 man 呢、我还给 OK， 因为我银行那边早上呢不需要那么多人呢、啊，等我给每个人对称呢一有一个人对称早一个小时回，反正今天他的登记点回，下一次他的对称没登呐、啊、，OK， 所以我给他们啊，对啦，有一天呢早饭说一次讲说他会有点迟到，他讲说不用急，他讲说他的 man 到了哦，我可以走。结果后来那个 man 到了啊，跟他讲说的第七十万是跟我们讲了，说我四点四十分走啊，妈的这个我的 man 啊，那个印度人马来西亚那个印度人那个男的话不高兴也不爽的，我讲说这话先讲说，我说拜拜，这次你先走，什么鬼啊，那边那脸臭臭啊，对啊，我这赌啊，我讲说啊，哎我给你 power 啊，哎不是给你 power， 哎我给你那个 advantage 啊，我给你啊每然后、啊、给你们啊每天轮流一根四点就走哎。还对，还给他们每次前面四个钟头，他们他还不也不屑的，把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印度女孩子就他就站在我这边了，他想说我对他们讲啊，我让他来给讲，说不拜，这也是不是很好做啊，这也是蛮 stress 的，不好做，我不想做那么是跟你讲，别说是好做，别说没有压力没有 stress。哦，哎，看这么多是跟你是没有压力没有 stress 啊？没有，那么是跟你有压力。做 vessel 这种是没做这种 vessel 这种是没压力。什么 vessel 做船的、啊，船 vessel 是船的、啊。对。啊，听得到吗 ？Hello。
Hello， 啊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 ？Hello， 哎呀呀，哥哥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啊，我听得到你，我听得到你声音，你听不到啊？你听得到我声音吗？听得到我声音吗？有听得到。OK， 你刚才讲什么？你刚才讲什么？讲说 security 什么 normal man 比较好、啊？哦，我想说，那种 normal 的 security 工不好做的 ，no politics。像我做船匠哦，就没有压力，就没有 stress。如果我有那种，我可以啊，一直做十年二十年啊，做船匠啊，我就很开心的，没有压力。但是啊，如果我的这个款待差不多，这个vessel 差不多多一个月就完了，对不对啊？我做种 normal 的 security 工很闲的。怎么了？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不是吗？像我已经不是做过 supervisor， 所以那些人不合作吗？你看那是我做的、那个，都不合作。像是我做那个银行啊，我做那个银行啊，然后这个晚上没有什么跟他，那个人只坐在那边做活耶。对啊，他找不着工伤，他飙去耶。那我就跟他讲过，哎、欸，你找不着丢地啊，可是他有坐在那边，等一下开业了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这边没有人？那你都怕他嫌我，他反正来等我。他想说哦，你相不相信我？我跟公司讲说哦，你每个人休息四个钟头哎，他反正第一天没问题我。哦，明白。啊，都，我们这也是 stress。哦，都还是 stress。都管制住要做了，把命快要完了。哦，哎，可能等阿哥我说完了，那你打算做什么？再说我就是本来是想说可以跟银行去学，然后我踹看看，先跟那个罗拉去学看看，然后看了怎样啊，就是看学了会不会怎样啊，就说如果有真的可以赚钱就 OK， 如果不可以赚钱就没变咯。但是这些问题是我没有那个钱去踹吗？哦，买我跟你讲，你要踹的话，你至少要五六千块才比较好踹的。我不懂啊，是我又问罗拉 K， 我现在Simon那么问他嘛，想说不用这么多嘞、啊，他想不用这么多。我也是有踹的。啊哦，你是有踹的哦。啊，一千块踹不到了，踹不到了。哦。哎哦，你有赚到钱吗？我都跟你讲啊，我踹。小的钱哦，赚很少而已，我都跟你讲赚很少的。赚很少啊？啊。哦。因为我用的钱来退了是很少而已。哦，我看那个罗拉 K 也是我很爽掉，我看他说他们给我们看到的哇哇，每天呢、啊，每个晚上哇赚二十多千、三十多千、四十多千这样哎。没有，因为 capital 是算百万的，他的 capital 里面啊有百万，你知道吗？算百万啊，那如果说输的话，百万不是不见掉哦。什么？如果他输的话，连那百万不是不见掉？没有，因为啊，他有一个 stop control 里面的，你可以 control 的。哦，有个里面的 ，OK。啊，你可以，哦，如果输超过两万了，那我就 stop 了。哦。啊，可以的吧？因为他可以赚掉，因为他里面有百万，知道吗？啊。啊，把你只有一千块，你要想跟他比？没有，先慢慢来啦。先像比如说，先一千块啊。等有钱了，然后再慢慢高一点啊，慢慢增加这样哦。可是你当你的钱小的时候哦，啊、你赚的不多，不是很多的。哦。因为你钱小的时候你赚不多的。这样啊，这样如果说我每个月啊，我如果说我要靠 trading， 我要最少有五六千呢，等我需要下多少钱？哦 ，OK， 如果说你每天要赚200块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大概要有6000多块。啊，要6000多块才可以每天赢200多块啊？对。妈，哇，搞错，这样啊？哇，老你讲了，客，如果这样容易的话哦，没有人要做 security 了啦，这样容易没有人要做 security 了。对哦，这样。哇，老你以为这么容易啊？你以为这样容易啊？哎呀，懂了，人也烦了，他不是有人有你懂了，有些那种做 YouTube 的，又靠 YouTube 赚钱，对我做 YouTube 又我就赚不到钱了呀。你懂，有时候我可以看几个嘛，像那个谁啊，那个什么、啊、Sticky 出戏啊，他的 video 每次都几百千嘞，他的什么喊的 K 度啊那 K 啊，他每个月啊，好像最少做单单做 YouTube 为了每个月他可以赚五千六千块有吗？哇，厉害嘞！这个叫厉害嘞！啊，那我的 view 是很少，哎呀。
你打算做 normal security 啊？你打算做 normal security 啊？我不知道啦，不是说不是打算呢，问题是如果说没有 vessel 的话，就没边的话，不懂啊。哎哥，如果你做 normal security 的话，你可以赚多少？哦，我是 TBS 啊 ，TBS OK TBS， 你猜 TBS， 他的 gross salary 多少钱呢？你猜随便猜，你猜我跟你讲。3500。对，3500，我电风扇2800嘞。3500电风扇2800。啊，扣掉 CBA 吗？扣掉 CBA 4吧，我在哪2800。说我现在坐船呢，我的 CBA 少，但是我的电风扇比较多。哦，你电风扇4000多的啊。因为对啊，像我你看你做几天啊，做几天这样照算咯。哦，说你现在你做没事，你一个月多少？他是算一天啊，一天你算一天多少？一天140啊。我这边是150，我之前呢旧的船是140，我现在这边是150啊。你150，那你一个月4500啦，是吧？我没有拿到，没有拿到的话就可以赚4500哦。如果像你说的 normal security 工啊，电风扇才2800嘞，多2800你不够了，不够啦！你看我那时候跟你讲，我开车都超过3000多块的嘛，我还给爸妈钱，给妈妈钱，还有奶粉全部我付的哎，奶粉全部我，说2800不够了，2800不够了，肯定不够了，啊！哇！说在我讲说，如果 vessel 工会说有还 OK 啊，还有玩鸟吗？可能如果完了怎么办？没有办法咯，这边我也不知道，再摔完钱了，哎呀，连我也要靠 YouTube 赚钱，又赚不了啊！有他妈看有些人别他们读，很多人们做 YouTube 节目，因为他的 views 是很高的。哎呦，看，我不懂了，哎呀。哇，讲了，你老婆有做工吗？你老婆有做工吗？老婆有做工也是没有用的，我有做工也钱也是我在出的吗？他因为他没有，因为他的薪水没有多。等下说这些事，他因为我们每个月，我跟他每个月都给我爸爸妈妈钱，我爸妈照顾孩子嘛。连他的薪水不多，连他照顾他给爸爸妈妈之后，他的钱剩下这么一点呢、啊，他还要扣掉每天吃要每个月他需要吃饭的钱，带 MRT 的钱，他还要寄钱回去越南给他妈妈吗？哎 ，OK， 他一个月赚多少？他一个月赚多少？你猜啊？1200。好像1500到1700这样啊。哎 ，OK 呢？1500、1700 OK 呢？没有啦，你看 ，after 给我爸爸妈妈之后，还有，你看啊，你还有吃东西，如果你吃东西一个月也是要400多块的吗？你说不定真的也是不便宜耶。啊，对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我 MRT 卡这些吗？你啊，对，还有寄钱给他的妈妈吗？哦，你要不要跟你父母一起开店？开店啊？没有钱开店了，开什么店？哎呀！你看，人家你要想什么办法？这样你有什么办法？所以我本来说，我是说什么？就是说我可以有那个钱呢、啊，可以去追罗拉，可以个人碰运气看看啊。你要说这现在也是不可能啊。那么多看父母，父母没有做工了，现在他们没有做工了。他们照顾孩子要他们，他怎么做工？照顾孩子吗？天啊，这样你老婆又赚1000多块啊？好了，我老婆这边根本，因为全部都是我在出的嘛，奶粉全部是我在，他我老婆只是出，他有出那个给爸爸妈妈的钱，还有那个水电费，哎，其他的开销全部我出的，啊，哇，这样啊，等我的儿子也是一月开始也是要读书了，因为我每个月也是要还那个学费啊，啊 ，OK， 不是啊，不是 OK 了，那收益啊。啊，多少？那收益多少？金哥刚刚中，你猜多少啊？啊，400。忘记哦，没有400了，400是好像是 private 的，他的是按的那个像那种 PAP 那种 government 的，像中是百六百 CI 啦，百六百 CI 没有400的话，你是那种 private 的。哦。啊，把我的开销不简单的、啊，因为我还要还 storage space 啊，很多还要还给妈妈钱、爸爸钱，钱很多的东西的。那时候我不是给你看的哦。哇，看你的开销很大嘞，叫你的开销很大嘞。
好了好了，嗯。哎，是吧是吧是吧。哦哎哦你啊你看你在刚才刚才你在忙呢。什么？哦没有，我说刚才你在忙啊刚才。啊对。哦，你这么忙什么忙？你在忙的做工啊？没有啊，现在可以了，现在可以了。哦，没有啦。讲了。哎，我要问你啊，你有跟银行申请借这个钱吗？借过钱吗？银行？啊，还没有嘞，怎么嘞？哦，没有啦，银行的那个快递啊，不懂，你要跟他们借钱那个快递啊，不懂是什么？他要看你的啊 CPF 或者 income tax。CPF 或者 income tax， 我不懂，因为我的朋友啊，罗伦斯啊，他跟 DBS 的借钱呢、啊，他有借到嘞，等我跟 DBS 借啊，等我真借不到。因为你不是 permanent job 吗？没有啦，我的那个朋友他，不是 permanent job， 没有啦，你懂我那个朋友哈、哦。他那时候跟我一样做那个 red zone 的工作，哈，对不对哦？他也是做那个elevator，然后他才不懂几十岁，他才开始做那个拿那个money的嘞。不，你是讲说这个 money 跟 elevator 还有那个关系啊？啊，因为你要有一个工作啊，是 money rated 啊，人才可以。如果说你是一直 elevator 都不可以。David 他们也是有给那个 CBF 的，不是说没有给，他们有给两三百块 CBF 的。啊，没有，因为银行没有这样看的，银行他们不是这样看的。哦，不是这样看的。啊，他们不是这样看的。哦。说你现在去找一个 permanent 的啊，那你就有可以借了。没有了 ，permanent 的那个薪水很少，permanent 薪水少。没有嘛，因为如果你没有找 permanent 的话，银行他是不会借你的。哦，就算你daily basis 啊，我有跟那个company 拿 PC 一样都干的、啊，他们也是借不到没？因为我有借不到，因为我有跟他们跟company 拿那个过去一年的 PC 给那个银行看嘛，过去一年的 PC 给他们看嘛，为什么？I mean， 哎，你要看那个 PC 应该总很稳的嘛，我每个月我是赚钱的嘛，每个月。因为银行不是这样看的，他们不是这样看的。他是选择在一年两年还内，哎，我是选四年五年跟他还清哦。他讲说可能我选的跟这个没关系的。啊，没有啊，跟四年五年也是有关系的。也是关系的。哦。OK， 你看啊，如果你是 permanent 啊，你是 temporary 对不对？啊。哎，然后你用四五年来还对吗？啊。temporary 的意思啊，就是说有可能一年后啊，这个工作没有了，所以他们不敢借你。啊。但是permanent就算你还十年他们也是 OK 的。没有把permanent的薪水哦，take home变少的。他们这个。他们是这样看的。因为你想啊，你是 temporary 意思是什么？如果明年他可以做掉，那你的 ban 还有五年，那他们也是会怕吗？没有了，我这个不是说 family 吗？明我是我有给他们看我的 pay slip， 每个月我有，我每个月我的那个薪水很稳的吗？没有，哥，你还是听不懂。我明白，他们是要看你有没有那个 money。